观众朋友好，今天是北美时间十一月十九日，欢迎收看《每日头条》，我是李媛。下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泰国曼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十九日落幕，期间中美两国高层进行了会晤。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官方这次在多个领域碰到了软钉子。《华尔街日报》十九日引述美方知情人的话说。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会上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称华府长期关注中国非市场经济行为的挑战，而中美两国也没有谈论推进双边贸易或解决分歧的对策。当天，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峰会上表示，美国已经扎根在印太，加强该领域的经济合作关系已经成为美方首要的任务。分析人士杨威撰文指出，拜登缺席 APEC 峰会。 刚开始可能让北京感觉找回老大的感觉，但是自会议开始以后，北京就碰到了不少的软钉子。在和日本首相和菲律宾首脑会晤期间，习近平遭到软性的抵制。日本首相办公室声明说，岸田对习近平谈论了尖阁诸岛周边东海的局势，以及中国八月向日本附近海域发射弹道导弹的做法。 他对媒体称，已经对习近平转达了对台海和平的关切，并称日中关系面临诸多挑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则在与习近平会晤后发声明说，荷兰海牙法院曾在2016年裁决北京对南海的所谓历史性权利无效，支持菲律宾的诉求。然而，北京一再无视国际法庭的裁决。 在与中方首脑会晤期间，菲律宾强调在南海问题上需要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普遍框架。杨威对大纪元表示，菲律宾政府的声明一点没给中共领导人面子。看来，在地区性的 APEC 会议上，中共已经难以达到所谓元首外交的目的。APEC 峰会上，习近平也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再次的共同参加会议。 但是两人没有任何的沟通，气氛显得非常的僵硬。此前在 G20 峰会上，习近平抱怨特鲁多的场景被加拿大媒体捕捉到，在这之后，中加关系再度下滑。评论人士袁斌认为，这次对话引发了很不好的影响。他表现的那么傲慢，让世界震惊的瞠目结舌。为什么说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就是再好不过的答案。 十一月十九日，英国首相苏纳克突然造访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在会面期间，苏纳克再次强调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对我们国家和全球安全最重要的问题。自战争爆发以来，英国与乌克兰一直都是强力的盟友关系。而唐宁街十号发布公文称，举行会议是为了表明英国继续支持乌克兰。 在会议期间，苏纳克承诺为乌克兰提供一系列的新的防空系统设施，以防范俄国空袭造成的损害。BBC 指出，这笔军援价值五千万英镑，其中有一百二十五门高射炮和对抗伊朗无人机的技术组件，包括数十个雷达与反无人机电子战设施。在本月早些时候，英国国防部长本华·华莱士宣布。 对乌克兰提供一千多枚新型的防空导弹。g 二十峰会期间，俄罗斯用至今最大规模的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领土。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为了维持对乌克兰的战争，克里姆林宫还在征兵。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是秘密的动员，此举对俄国人民造成重大的负担。在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中，苏纳克宣布，英国将增加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培训。 派遣专业军医和工程师前往该地区提供专业的支持。他说：“今天能在你们的国家与人民在一起，我感到很谦卑，并赞扬乌克兰人的勇气是一种对世界的激励。”英国将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帮助乌克兰度过寒冷与严酷的冬天。近年，中国多地频繁的发生青少年失踪案。 许多当事人下落不明。十一月十九日，大陆媒体报道说，中国武汉市十四岁的少年刘奥成下楼扔垃圾后失联。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家人还没有任何的线索。根据吉木新闻等媒体的报道，家住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正街光明路的李女士表示，她十四岁的儿子刘奥成正在就读武湖中学九年级，身高一百七十厘米，微胖，额头上有一块小疤痕。 十二日当天晚上八点半，刘奥成下楼帮李女士扔垃圾，身上没有手机和钱包，迟迟未归。李女士原来以为儿子是去散步，但是没想到的是，过了两个小时后，刘奥成还是没有回来。当晚十点多，李女士出门寻找儿子，在附近走遍了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又联系了丈夫亲属一同寻人，也没有任何的进展。随后，众人在凌晨到公安报案。 五湖派出所提供的监控显示，当晚大约九点，刘奥成曾经在五湖正街江边篮球场小道出现。公安称，除此之外，辖区内的摄像头都没有拍到李女士儿子的身影。李女士说，刘奥成性格内向胆小，从来不会在外面玩到很晚。最近他都是在家上网课，期间一切正常，没有和他发生矛盾，也没有烦心事，情绪很稳定。 而刘奥成的同学都表示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刘奥成说过他要去哪里。李女士说：“儿子走失的时候衣着单薄，这几天天气又这么冷，真的很担心他。”消息引发网民的热议，有推特网友愤慨地表示：“在武汉失踪的青年学生多达数百人，只有几人能够找到遗体，其他的都下落不明。”他指出，武汉医院数量全国第三。 其中三十多家提供移植手术，青少年失踪，幕后有中共官方高层的背景。也有网民评论说，失踪学生找不着，拐卖儿童找不到，犯罪嫌疑犯抓不到，而老百姓但凡有一点事，公安立即就能找到你家，而且还准确无误，各种定位。公开的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中国各地已经发生了十多起少年失踪案，其中包括。 十月十四日，江西省十五岁的男生胡新宇在参加学校晚自习的途中失踪，已经下落不明三十天。十月三十一日，河南信阳市固始县北二环路一名十三岁的女孩失联。十一月五日，广东汕头市金平区中山路附近的一名十五岁的男孩失踪。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与头条寻人联合发布的统计显示。 在二零二零年，中国有一百万人成为失踪人口。受到美国芯片管制禁令的影响，中芯国际以降低科技水平来谋求生存。《自由时报》十九日指出，中芯国际公司可能会转做十七纳米芯片制成来规避审查，而长江存储因为一百二十八层以上的三 D NAND 设备断吹，可能会减少设备的层数。 报道引用科技网媒汤姆斯硬件的分析报告说，受到美中制裁的影响，主要晶圆设备制造商将损失25亿美元的收入，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因财政时，中企不得不下调技术门槛，才能不踩美国禁令的红线。企业估计中方会采取类似对策来躲避制裁。报告指出，有些美国生产商已经初步的假定。 美国商务部不会批准美企向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等中国公司发货的要求，而中芯等公司调整制程、回避审查的做法，也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知道效果。因此，不能指望这种途径在短期有效。中芯国际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龙头，尽管得到了北京政府的大力支援，但其生产水平仍然没有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 此前，企业宣称进军七纳米生产，但最新的消息显示，中芯的产品可能面临降级。企业近期发布财报显示，第三季度营收低于预期，而美国对芯片技术的出口管制与消费市场疲软都是主要的原因。虽然如此，这家企业还会继续的将今年的增资扩产计划从五十亿美元调升到六十六亿美元。 北京政府在两千零八年送往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十八岁雄性大熊猫团团，十九日癫痫发作，无法进食，当天离世。消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大陆网友的关注。法广报道指出，网友在团团离世之际，也对台中关系发表了意见和看法。根据中时电子报等媒体的报道，团团在当天下午心跳停止，皮毛与骨骼标本将被保留。 此前，中国大陆的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专家曾经赴台诊疗护理，但是对团团的病情却无能为力。中共国台办声明称，自团团圆圆赴台已经有十四年，如今团团病逝，陆方感到痛心和惋惜。同时，有网友评论表示，大熊猫团,团团没了，这在当下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亲中的台湾新党青年委员会委员王炳忠在微博发言称。 团团走了，见证两岸一个时代的结束，两岸大交流的历史也跟着彻底的翻了过去。另一方面，也有大陆微博网友表示，感谢台湾团队对团团给予了充分的照顾。在十九日，有微博网民发布评论说，团团得到了一个团队的照顾。你们知道四川基地有多黑暗吗？前几天，大熊猫耀耀比团团还小一岁，就不明不白得病去世了。 你们谴责四川基地了吗？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今天的新闻中有提到，武汉十四岁的少年下楼丢垃圾以后失踪了，大量的摄像头却没有拍摄到踪影。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最后，也希望您能捐款给希望之声媒体，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是李媛，我们下次再见。